我这次哦。我没有加任何水。啊！我牙齿掉了。嗯。我要吃啊！哎，我以为我牙齿掉了，你给我吃下去哦。好吃的情人节。Oh my god！他跟我告白了，你看一下我们搭不搭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。老师，你们都知道，我是真的。被小吴点，好爆！对，哎，开心个什么？他居然会把你的那个戒指拿下来舔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我是 Luke， 今天是七夕特辑。那我一年前也有做一个七夕特辑，就是教大家如何浪漫的告白。那一年之后要干嘛呢？可以结婚了。可是要结婚，一定要先求婚。求婚有一个老梗，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他们会把戒指塞进食物里，然后吃到戒指那个人就会可是我想要知道，没有要结婚的普通人，突然间吃东西吃一吃，发现一枚戒指，他们会作何反应呢？所以今年的七夕特辑，我就想要做一大堆食物，然后在每个食物里面都塞戒指，然后塞到我同事的嘴巴里面，看他们吃到戒指会有什么反应。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开始。我要拍的是中原普渡特辑。绿的，你不要切到自己就好，这样才有爆点。啊，黄黄的。关于火龙果的切法，我刚刚已经上网查过了。先切头。哇哦。然后我就可以把它的皮拔开，它的皮跟它的肉长得一模一样，我要怎么看出哪个是皮的？给我盖上。啊！哇！天哪！做冰淇淋，所以我买了一台冰淇淋机。然后这台冰淇淋机很酷哦，水果冷冻之后丢进去就可以变成冰淇淋耶。里面是做伏地魔啊。我就我要戴那个工地的那种护耳朵的。哎，你现在讲随便讲个数字。什么脚啊？好，那我现在准备了非常多戒指，第二，第二 ，L O V E。哇，从外观上真的看不出来。帮我吃冰淇淋。好吃吗？送我戒指吧。我刚以为是冰块，然后我还用力咬一下，好像牙齿有点痛。你要刚才发现今天是七夕。哦，不客气。明天是父亲节，今天七夕，明天让你过父亲节。我觉得你吃到戒指没有那么震惊，所以你已经要结婚了。可是我戒指是用刺青的、啊。我刚以为你在比布雅动作，吓死了。香蕉味很重，但还蛮好吃的。真的吗？认真。哎，我做超久的，我大概做了三天。这个是，我吃掉吗？嗨，伟伟，我来了。想要怎样？你帮我试吃冰淇淋。预计我下午要发给粉丝吃的，可是因为你们有劳健保，所以就先给你们吃吃看。好哦，你不能吃了吗？那就是你的事。什么东西？好，你看，我觉得那香蕉味有点恶心。那有一颗硬的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一个戒指？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没有，就是放戴戒指吗？我讲不出。他可是那他口水，大家都自己戴的，你就自己戴上去吧。你没有得到我的戒指，我那无所谓啊，我没关系，四十岁就快来了。他去算命说真爱40岁才会来的。你要吃冰淇淋，那你就一口吧。
傻小啦，这是什么啦？我真的差点把它吞下去，我就死了。这是谁的？没有，断了。我跟你咬很久。放在手上，你放在手上。哦哦哦，牙齿还好。那个399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支影片就是，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吃到戒指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说，断了，这不是香蕉打成泥吗？红豆泥。嗯，我们有戒指，清明节快乐！耶！可以等一下，你在撩我吗？什么口味？香蕉。对啊。是有点赞。你很懂。真的是要送给我的，好感动。谢谢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你要不要直接一口？我不知道什么口味，我直接吃哦。我没有加任何水。啊！我牙齿掉了。嗯。我要吃啊！我以为我牙齿掉了，你给我吃下去哦。好吃的是人杰。Oh my god， 他跟我告白了。你看一下我们搭不搭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戒指。老师，你们都知道，我是真的。被小吴听见，好棒哦。对。很开心个什么？他会把你的那个戒指拿下来舔。还是比较好的。是火龙果，它熟的好火，纯火龙，纯火龙，没事，火龙果啊，因为我的发音本来就比较阳派，阳派，我以为他说南部，结果他跟我说阳派，哈哈哈哈它就是纯火龙果下去打，不加任何水，它只是果肉啊，它只是把它打成冰沙吧，真的吗？是吗？你有加什么奶？没有，只有加火龙果。等一下，我是绑不起来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也是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有，我也有吗？情人节快乐！哦，谢谢。戒指？不行，那是真的戒指。我洗过，好浪漫哦！他们全部人都吃过了，所以你说他们吃过同一个戒指？没有，大家都不一样，大家都不一样的戒指。我买了25个，天哪！我把那家店的戒指全部买掉了，真的！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好啦，那这就是这次的七夕特辑，意外的大家都还蛮开心的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，拜拜。